热爱餐饮的十位屏东青少年，以兴趣结合公益的方式，到台东进行半桌公益旅行。二月二十号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，在台东市中华路与长沙街口义卖面包与蛋糕。然后我们面包全部是纯手工的，然后也是采天然发酵。做公益啊，然后而且它很难得，就是完全就是有跟学生一起做的，因为觉得很好奇啊，而且那么多人在这边排队啊，然后看潮看潮喽。是你们是公益的啊，我们也觉得有需要就来买啊，去试试看啊。这群青少年希望用对餐饮的兴趣来表达爱，义卖所得将捐给台东诚心青少年学员使用。黄清海采访摄影。